风后面。我们继续我们第十四讲下半场《楞严经》的讲在前面呢，我们讲到说要开始注意咒力那么这个下面开始呢，就是要开始要讲到这个在道场里面成就定慧先主要是从戒乃至这个可以防魔，那么用咒呢来遣束息这是可以说对前面的一个总结说明吧后面这一段开始呢，就是具体要讲说在我们这个末世众生障缘比较大的时候呢，所以才要做道场，要在这个状态上，你看欲做道场，就是我们现在修行必须要专程的在一个道场，可以说就至少你要处在这个状态上，要不断的调，不能够任运起修那么这里开始到后面的一段，可以说就开始制定法本了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说前面的那几个大篇章是讲这个法门，那么后面经过这个文殊菩萨选择得了25圆通、耳根圆通最盛，这是一个副讲的话，那这里就开始给我们制定什么具体修学楞严的法本仪轨是怎么修，怎么修，怎么诵，怎么用功，都有具体的说法大家都是读过，你看不是我们有广论吗，是吧，还有略论略论嘛，到此地这里开始，下面我们进入的这一段是开始略讲这个法本你看，若有末世欲作道场，先持比丘清净境界首先这是以比丘僧的身份来作为这个主要的受集者当机者必须要受比丘的清净境界，而且比丘受戒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你们不太了解，当然你们也受过菩萨戒也很关注说戒和尚是谁一听是传老马上就报名就爆棚了最后发现又说不是传老来了，就开始抱怨，不爆棚了，抱怨讲究这个。那么如果说比丘戒受的时候也很讲究，而且是决定要讲究，为什么受戒的时候呢，要选择戒清净地沙门以为其师，就是比丘戒能够得戒与否取决于戒和尚，首先得有戒体，戒和尚没有戒体，戒就成就不了就是你再怎么颤再怎么什么就成就不了，就这个环断掉所以说这里你看着，若其不欲真清净僧，汝戒律仪必不成就这首先一个就是防范你的戒体能不能成就如果戒体成就了咱们再说这里讲到的第一沙门，那么我们可以向传老传印长老，像他也当这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不管说与世间出世间，可以说是能够成就为至少说第一沙门之一吧我们可以这是具足这个资格的那么一般我们评判这个第一沙门呢，首先一个是德，他的德行道德，他的道行，他的德行，再一个就是他的辣，他受戒的时间而且他要为众人所推，就是大家都推崇他，这样的沙门他进行这个和合结摩这个成就的话，才能称之为真清净僧为什么，如果你的戒虽然清净，但是你的这个什么德辣不足，得了就是至少你要满十下，安居要经过十个如果你的得了不足呢，还是没办法，如果你的得了具足，但是你的戒不清净，还是没办法这两种有一个有缺，那么你虽然遇到了跟没有遇到是一模一样，哪怕你也举行了结魔了，也在这儿问了答了受戒了，但是你的戒体这个戒律律仪呢必不成就那我们一般都举到这个德和辣，大家都知道，像这个老和尚的十种德行比如说你要戒律具足，还要有多闻，还能够诵那个男众女众的这个戒本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决断无疑，善能说法
乃至自己在出家之前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姓人家啊，那么颜貌端正，还能够去为比丘尼说法啊，不犯这个根本这个众戒，然后戒腊要满到这个时间啊，到这个点上，具足这十种德行呢，可以称之为大德啊。这里其实就是用这些方面来进行叫第一沙门啊，这样以后。你得了这个戒体成就了以后，然后怎么呢？才能够说明你是一个道器，啊，你修道这个器备就等于说才烧好了，啊，明白吗？这样道器已经完备了以后，一般魔就不得变。所以为什么是出家的比丘一受比丘戒，魔功就正功，因为他就再够不着你，啊，但你持戒清净。那么最后这讲到，你看。后面就是指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刑法啊，这就是你看前提条件就是持戒清净有戒体，日常刑法是着心净衣啊，这就是以庄严其身嘛 啊这个燃香闲居，燃香就是点这个好香来庄严道场啊闲居就是要摄自己的这个以摄我们的这个心嘛啊，把自己的心摄住，因为你闹的时候吵的时候你心摄不住啊，等等，这记住啊，我们在讲法本，就是你以后再问怎么修应该怎么样，这都是有板有眼的给大家说的啊。首先你的持戒清净啊，第二个你的身啊身心都是清净的，那么常要换这个干净的衣服，入道场的时候啊要沐浴，这些庄严不要看上去腰来腿不得丢三落四的，不像个一看人家都容色都不清净啊。其次呢，还要烧这个上好的香，让这个道场清净。再一个，你自己有念闲暇的时间，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诵此心佛所说神咒，也就是诵此楞严咒108遍，然后结界建立修道坛场，啊，开始结界建立道场，啊，建立道场以后，你看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轮，就是说与镇定这个心中呢，去祈请十方如来。也就是现在在各个国土住持的啊这些这个法主啊如来们呢，放大悲光，以这个本势力故呢，来怎么样啊，来灌他的头顶，来给他加持灌的，这就等于是一个发心了啊。阿难，如是末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悦，这就等于说不但比丘开始开元，还有比丘尼，这就是出家二众，对吧？还有白衣檀悦，就是在家居士。后面要讲到说有十个清净比丘。那么如果说在行道的时候，在道场里面呢，仪轨不能乱。那我们今天现在听法的时候，其实仪轨是乱的，啊，有时候是乱的，因为有前后次第，早早晚晚。真正的仪轨，出家众在前，出家女众其次，然后再讲男众在前，然后再讲女众在次。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做就没有这个仪轨，来的晚了没办法，就只好坐在后面。啊，真正行道的时候呢，不能够乱这个法章法。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还要心中除灭贪淫之意念，延迟佛智这个境界。然后大家看又一个哈，与道场中发菩萨愿。就是你在修法持咒的过程中，每天还要与这个大乘菩萨的愿力相应，众生无边，烦恼无尽，法门无量，佛道无上，都要发誓要愿度而愿断，愿学愿成的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出入早浴，你看进进出出都要庄严，就是这些仪轨啊，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始终浮在这个层面，设在这个状态啊。那么六十行道如是不昧，你看刚才有同学问我们说楞严咒听说就早上能读，那是因为在千百年来设的早课里面的第一堂，所以说早上读。任何经典没有早上能不能，谁再问我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在这听法了，因为你白听了，我已经讲了不止一次，任何经和咒任何时候都可以读，明白吗？任何场所，比如说入了厕所或者什么，也可以读默念，因为你念出来，别的人不知道了，听了以为佛弟子怎么这么不干净、不讲究，害怕他讥嫌诽谤，而不是经咒在这个时候就会不好了，明白吗？啊，这么个道理，为
为什么就不明白啊？然后呢啊，你们想什么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对这个啊，就是在这些枝末上面，我们老是啊，你看，这就是出入早浴，就是为了什么呢？不是让你说不断的要洗澡，而是让你进进出出的时候，你要有别于你平常放纵自己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要你焚香沐浴的时候要焚香的时候要先这个洗手呢？就是要养成习惯啊，养成习惯，慢慢就容易摄心。这样的情况下，六时行道呀，六时行道就是在二六时中，昼三时、夜三时都要读诵咒语，反观自性，这叫六时行道啊。那么如是不寐，就是这样不寐的话，一方面就是说你精进勇猛，睡觉很少，甚至有的不睡觉，像波州一样。还有一个不寐就是说心念没有散失，也就是正念没有打失掉，始终在这个用功的状态下相续之时啊，这也叫不寐啊。应该重点指后者，就始终用功。那么经三七日、三七天以后，他就能够怎么样呢？佛这里亲自许诺，大家看了哈，我自现身，自其人前，摸顶安慰，令其开悟。释迦牟尼佛亲自现身到这里给他摸顶啊。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已经发愿了，这里又在行道，行愿相资就容易得感。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我到人前，这个我到人前不是释迦牟尼佛才来了，是他始终就在，但是我们的心开了，看到他就在现前啊。这个时候呢，能够摸顶以示摄受，摄受我们啊，安慰以示让我们好好修，这就等于说施与无畏布施啊。说放心吧，越来越让你勇猛精进，决定能够寂灭现前，得这个功德啊。这是这一段粗浅的把这个法本给阿难这么一讲啊，就是讲完了持戒是这个神咒的功德以后，就讲这个，这其实就是修法，这叫略讲。但是呢，阿难呢害怕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人听不懂，有所漏有所失，所以下面就开始进一步从请佛详细的示现怎么样见到，又再请一步啊。好，那么我们这里大家一起来读啊，这里要读到什么？好，我们先短一点，太长的话讲就隔开啊。我们先短一点，读到这个烧纯沉水啊，纯烧沉水无令见悔啊，读到这一句我们一起从阿难白佛也开始。好，一起来。阿难白佛言：世尊，我闻如来无上悲悔，心已开悟，自知修正无学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场，云何结界？何佛世尊亲近悔责？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腻香草，此牛肥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何取其粪？何何沾痰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别于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黄土，河上山盘，沉水苏河，虚露玉晶，白胶青木，淋淋干松及鸡舌香，以此十种细螺为粉，河土沉泥，以土躺地，方圆丈六，为八角盘，盘心制衣，金银铜木所造莲华，华中安钵，钵中千层八月露水，水中所安所有华叶，取八圆镜，各安其方，围绕华钵，境外建立十六莲华，十六香炉，煎花孤舍，庄严香炉，纯
这一段开始，你看这里还是阿难又进一步提醒佛说，我已经闻如来无上悲本心已经开悟了。也就是说阿难的意思说，他呢不需要特别建立道场啊，结界啊道场，也就是他可以在一切心性中已经自己的道场已经在啊。那么这个无学道圣道也可以成就，但是末法人修行的魔障太多，必须要先建立道场。所以这里再请佛说，不知道你跟怎样结界，结界就是说把这个地方画的就是腾出来，就是这个地方指定了啊。那么和佛世尊清净轨则，就是合乎于世尊你所制定的清净这个修法仪轨啊。所以下面开始的具体就是讲仪轨了，大家知道这就叫法本啊。我们常常说哎呀给我制造一套法本修法，这就开始讲法本。但是我要告诉诸位大伙啊，我们学习法本啊一定要跟法上会，因为这一段开始讲的就是极其严格的该怎样摆怎样设，怎么样去找东西，怎么样去具足这个一切的物品。那我们第一个说能具足的可以具足啊，不能具足的你也要懂得怎么开源它的用意在哪里。比如说待会儿要讲到这十种香它代表什么，为什么甚至我们说有时候装藏它要给你找那么多的东西装进去，就等于说你供这种佛像为什么装藏甚至比请佛像还重要呢？你找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找每一样，你跑一趟中药铺子对吧，你到菜板去买点黄金白银装进去，佛不贪图这些，贪图什么呢？贪图你发心你的付出这点点滴滴最后落脚到装藏的时候都属于什么功德。以事表法，以物表心的，千万不能落了这一套。落了这一套我们就容易刚才讲了去布置呀。大家想想呀，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你们去参加法会嘛啊，法师一号召大家赶紧去这个摆供品对吧，去插桌子，怎么样去燃灯点灯呀供灯呀点香等等，好了轰轰烈烈就要去了。去了以后他摆成这样你觉得不对啊，应该按我摆的啊，我摆这样烧了香了他又不知道从另外的道场法师里去住，你这不对不能这样，把大家都要吓一跳啊，来来回回就在这些事上就去摆弄去啊。大家知道哈，所有我们都忘却了说庄严供具乃至仪轨的，它都是为了对我们微妙心性的开发作为落脚，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开悟开心性，特别是楞严经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斤斤计较满足我们的指挥欲啊，或者对这些物件上等等这个点点滴滴的这种编排的时候，全心心性的身心的投入到这个上面，就忘了它表法根本，你就在表什么？表分别，表人我是非了，不是在表清净法，也在表法，就表成这样啊。如果我们能依着这个事入这个法里起观，那么这就对了啊，这就在这个事相上就没有相互指责，没有排他，入到一处了嘛，大家心都往一道会了啊。所以这就下面开始讲这些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有这个寓意在里面，不要忘了根本而去之末啊。特别是我末法时期一听到这个这么讲，就开始就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当然你去做也可以，问题是你要知道什么叫根本，什么是这个事，什么是理，要圆融啊。好，大家来看这个，大家要跟着听啊，要不然你就走了。这里首先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希望啊就是说建立道场修行的话，那么第一个是怎样的啊，大家来看，应当先取雪山大力白牛啊。为什么讲究要雪山的大力白牛呢？就是因为这些牛呀在山里边它吃的草是干净肥腻的啊，肥腻就是它的质量高，就像咱们现在没有激素没有化学物品啊，是天然的这种香草。而且这个牛呢只饮雪山里面的清水，所以它的粪是微细的，是质量高的啊，这个粪是很干净的啊。一般我们听到说这怎么用粪啊，这个粪呢它你看取出来以后合上一些粘檀香粉就可以用这个檀场这个道场
这个坛城呢用来什么，用来涂它的地，来清净它的地表，让它来清净啊。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要学雪山的大理白牛？首先这个白牛，你比如说它吃的这个草吃了以后呀，它拉出来的粪确实不臭啊，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说经里面描绘的，事实如此啊。我去过西藏，在那个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待了一晚上，待了一晚上就去全球最高的海拔最高的一个寺院叫龙布寺，我记得清清楚。办完以后晚上就住在那个藏民的帐篷里。珠峰大本营不是就是在珠穆朗玛峰的一个山脚下的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那海拔已经将近7000了啊。那么冷的天嘛，那么冷的天呢，那么我们上去晚上就住在那个毡房帐篷里面。帐篷里面它什么都没有，它所有的燃料用那个铁炉子做的一个炉子啊，里面烧的就是什么，就是牛粪。我跟大家说，蒸的不但不臭，而且还很香。为什么呢？因为它都吃的都是那些香草呀，那香草有时候我们的燃的香的原料就在那儿用那些香草做的。他吃这个香草拿出来以后，就这个粪点的，确实熏的那个帐篷里面人的脚臭呀，什么这些味道都给熏走了。还有这个功能啊！而且雪山上，你看唯名雪山清水，雪山上确实干净，没水啊。如果你们去过西藏，要往那个纳木错走的话，有个卡若拉冰川啊，那整个都是多少亿的冰川，就浮在那个悬崖上，大冰川。那么下面有这个化的雪水，太阳出来时候化的雪水就流下来，手进去就跟针扎一样啊。可是那个水呢，你到跟前看呢，如果你不看水的两边，这是一条溪嘛啊，只看这个水的话，就感觉不到那水的存在，因为什么，太清澈了，非常干净啊。所以这里讲的唯饮雪山清水，它的粪出来才有这样的功德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用这种香草肥这个肥腻的粪的话，不但涂地的时候不但能够把臭味给熏走啊，让它清净，还可以让它很坚固啊。这种这个粪呢，和粘肠让它很坚固啊。这是指到说，首先一个，这是在哪里呢？在，因为世尊当时在印度嘛，他靠近北方呀，所以离雪山近了。你看他出家的时候，不是到雪山里面苦修了6年啊？所以他就近呢，一直得先讲这一套。下面是什么呢？说如果啊，你看，若非雪山，骑牛臭秽不堪土地，就是不在雪山上的这个大地白牛，那就不能用了啊！不能用怎么办呢？我们再往下看啊，不堪土地的话怎么呢？别于平原啊，这就是说另外在平原的这个土上呢，挖去地皮以后，取5尺以下的新净黄土，这就取这个黄土了，再跟这个粘坛香啊。但是这里就讲究多了，不但要粘坛，还要盛水苏合啊，熏露、郁金、白角、青木、零陵、甘松和鸡石香，这10种，这都是大佛，都是中药香料啊。给大家说一下吧，盛水嘛，我们都知道是沉香呀。现在我们的福报显了，你们赶的沉香都不是上好的沉香，进假冒香精泡啊，那我们还戴在手上，花了好多钱就被忽悠。真正的沉香呀，它是这个一种乔啊，绿色的乔木，那么它的树干非常高大啊。树干高大，木质很坚硬，就有香味儿。把它砍下来以后放在那儿，自然而然这个树皮就枯朽了啊。枯朽了以后呢，树心儿变得非常坚硬，树心儿非常坚硬，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放到水里面，它会沉下去，这是最上好的沉香啊。这个苏合啊，也是一种树木啊，它呢流出来这个树脂呢，可以叫做苏合香啊，所以说也是一种香料，它可以提制这个香油，香精里面做定香剂也是用这个苏合纸香来做啊。这个东西还可以杀虫，中医上可以用它来通窍呀、开郁呀、理气呀等等，都用它来作为一味中药苏合。熏露是什么呢？是凝固的树脂，也是一种树脂，因为它滴下来的时候就像那个石钟乳一样，那个形状久而久之形成的往下滴嘛，
啊，所以就像这个乳头状，有时候也把它叫做乳头香，啊，也是一种熏香的原料。郁金啊，属于这个姜科了啊，郁金就是一块一块的肉质了，但是东西呢，在中药里边也用它来入药，有人也用它来做香料，啊，郁金是一种草本植物，啊，那么白角呢，它也是树上面，这个树像白杨树一样，果实呢大的像这个比这个鸡蛋都大，啊，这个果实它能够除恶气，所以呢，它也有时候也叫我们通常叫做焚香脂，枫叶的枫，啊，枫树的那个枫，焚香脂的别名叫做白角，啊。青木是一种甘草，像甘草一样的一种啊。那么零陵这个香料呢，是依着它的产地来的啊。大概是古时候有个地方叫零陵郡吧，啊，零陵郡这么一个县或者省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是属于这个薰草一类的叫零陵啊。甘孙这个东西呢，长在云贵高原的这个山里边。甘松，啊，它也能够和合众香，能够除我们的腹胀啊，下气，也是一味中药。鸡舌香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法源寺里面到处都有，叫什么？去过法源寺吗？对，叫丁香，啊，丁香就是鸡舌香，它的种子呢可以榨油，丁香花呢也可以入药，啊，统共这十种啊。你看这里讲到的这个黄土呢，取这十种香搅在一起，把它磨细成粉以后，跟这个土合合成泥，用来涂场地。这就是如果在雪山旁边的，可以用前一支方法；没有在雪山，在平地的，那么就要挖土合香，啊，这样来置办啊。那这个场地方圆一丈六，为八角坛。八角坛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八边形。八边形啊，我们六边形再加两边形，就是有八个角，就叫做八边形，啊，八边形来再往下看啊，坛心就是这个涂层地方方圆丈量这个八角形的中间核心地带啊，核心处呢置一个什么金银铜木所造的莲华，啊，也就是说随你自己的力量所造，用金也行，银也行，铜也行，木头也行。啊，造一棵莲花这样的形象，或者说这四样合在一起造一个莲花也行，很可能你是用金做的杆啊，这个银做的叶啊，铜做的花啊，木头做的这个莲蕊都可以啊，这都行。这个花里边呢，安置一个花中安置一个钵，出家人用那种钵见过啊，钵里边要盛什么？要盛八月的露水。啊，我们现在看起来想起《红楼梦》里面讲到的那个薛宝钗吃那个冷香丸了，啊，不知道要春风呀、秋风呀什么时候的，这个又说到《红楼梦》啊，这个露水这也是习气，啊，我常以前看《红楼梦》看的，现在就说出来就说出来，啊，那么里面就讲到就是也要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露水，这个时候是八月的露水，我们听着觉得很复杂。可能在古人来讲呀，有这个储存露水的习惯，啊，因为以前古人很讲究泡茶呀等等什么，特别讲究这些，很可能他们会把冬天的冰呢就藏在地下，夏天拿出来消了吃，也有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古人可能有这个储藏露水的习惯。那为什么八月的露很浓，来的容易，啊，所以这就成八月的露水。再一个呢，八月的这个天空呢没有尘埃。我们说的冷秋风非常干净嘛，啊，所以那时候呢，它的露水也最干净，啊，所以可能古人都是取八月的这个，啊，露水，水里边水中随安所有华叶，就是水里边随你自己四时春夏秋冬，这个随安所有华叶明白吗？就是春天的花，那你就在里边种点春天的。夏天的来了，你就种点夏天的；秋天的就种点冬天的话，没有花的这个松叶、百叶也行，在里面种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叫水中随安所有花叶，这是中间线上一朵莲花，一个钵里边有露水，然后呢种花或花叶，就是中间。下面继续看啊，取八圆镜，就是拿八面团圆镜，古人叫团圆镜。
啊，就是圆这个镜子。镜子是怎么样的？各安其方，围绕花波，是怎么样的啊？冷眼弹唱，有时候射的时候呢，空中啊，用绳子吊下来，悬八面圆镜。这八面圆镜背着中间这个波，背着中间这个波，乘波这个波，然后呢，面向外边，分八个方向，把它一一排开。啊，镜子向着外边，这是内弹的镜子哦，向着外边，因为下面还有外弹的镜子。那么这个镜子外面围绕着八面镜子，外面再建的是十六莲华，啊，也就是十六朵莲花。现在我们有时候不是供的那个供具里面也有这种莲灯啊，啊或者玻璃的这个莲花一样，这里就还是前面的金银铜木所造，啊，安十六朵莲花也是围绕这样摆开。那么怎么摆呢？大家还记得八角形吧，是吧？八角形有八边形，有八个角。角上摆一个，边上的中间摆，这不是十六个吗？对吧？这就均匀了。摆了这十六个莲花以后，再下一步又要取十六个香炉。这十六个香炉呢，再在这个莲花的中间隔开，均匀的摆放。这就是镜子向外啊，镜子外面又有了一圈贡品贡物了啊，庄严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庄严香炉，然后里边每一个香里边只能纯烧沉粉，就是要成沉香。还有什么？勿令见火，不能够让这个火苗喷出来，啊，火苗喷出来的话就不庄严了。啊，当然这待会儿也有表法，我们再给大家细讲。我们现在看看，现在你看这个在香炉里面生香的时候呢，不让它那个火苗喷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香呀，如果说有火冒出来的，烧出来的香气都是粗糙的，不如那个什么，就用那个烟熏的那个火苗熏出来，啊，这样上去是粗糙的，人都不想去闻，何况是佛圣菩萨呢？大家再回到我们现实中，现在你看看，到处都是这么高，三柱，一个人抱一柱在那就这么粗的香，你说为什么要烧这个香？这里佛说了，火苗蹦出来都是不恭敬，你说你拿那么粗一箱点起来干嘛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陋习，不见功德，只见罪过。你看这里十六个香炉里面纯烧，烧的是纯沉水，还不能让火苗往出蹦，那就不庄严，就要熏的那个，哎，隐隐约约那个香气往外溢，啊，这是庄严具啊。好，我们再往下啊，大家一起来读到丛丛相射啊，大家一起来读哈。取白牛乳至十六气，乳为煎饼，并诸砂糖、油饼、乳糜、苏和蜜浆，存酥存蜜，与莲华外各个十六，围绕华外，以奉诸佛及大菩萨。每一时时，若在中夜，取蜜半升，用酥三格，坛前别安一小火炉，以兜罗罗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另烧猛食，头饰酥蜜与焰炉内，烧令烟净，享佛菩萨，令其寺外遍全繁华，与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应与当阳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处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象兼金刚藏安其左右，地势梵王无除色魔并蓝底迦诸君徒力与披俱之四天王等平南叶家张宇门侧左右安置，右取八镜复寻虚空，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射。好，大家见过这个冷眼坛场见过没有？有的见过，有的没有啊。现在我们能够设坛场基本上就是在道场里面的殿堂里边了，
啊，如果有的地上铺个地毯算可以了啊，很少就是说真的得从地上，因为我们本来道场里面的殿堂已经就很庄严啊，这个倒是无妨。那么现在有时候我们设这个坛场呢，也是如理如法的按照佛教这个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到说，八面镜围绕中间这个核心钵，然后外面呢又供了16莲花和16个香炉啊，到这儿啊，大家再往上看，在这个时候呢，取白牛炉制16器。啊，就是取白色这个白牛的这个乳啊，还是前面讲的大力白牛啊，它的这个乳呢，把它安置在16个供器中，啊，这个供器就是看你可能是盏，也可能是这个坛或者是钵都可以啊。那么乳为煎饼啊，这个乳为煎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共你看16供器里面不是有8种供品，要把这个乳呢熬成煎饼状。不是我们的乳的那个稀的啊，要把它熬得成煎饼，也就是让它固化，啊，凝固一下。你们没看过那个什么，现在卖的那个什么？煎饼蛋糕。不是，那个什么饮料，说是饮料在太阳底下晒晒，最后就成了煎饼。啊，这个名字咱也不说了，因为到时候要播出去，啊，就是最后就也喝起来奶乎乎的，啊，当然跟这不一样，这是确确实实用这个乳熬成了煎饼一样啊，就是可以说是烙了啊，并出砂糖啊，这个砂糖呢就是指这个甘蔗的汁儿熬成糖的，也是把它固化了。油饼啊，油饼我们都知道是这个用这个面火起来炸成的啊。乳糜，乳糜是什么呢？就是用乳和米熬的粥，叫做乳糜啊，也是要熬的稠的啊。那么苏合啊，这里前面也讲了，前面也讲了一个苏合是吧？啊，这里苏合呢，更多就是和合纵者，就是把这所有这些，糖呀或者什么等等这些，不是前面这个哈，就是各种配料的汁，把它熬成膏状。啊，就像我们不知道你们，好像武汉人喜欢吃一个什么归元糕是吧？啊，那就是慢慢熬蒸出来，熬成这个那种膏状那样的。啊，还有蜜浆。蜜浆呢，就是蜂蜜里边把这个姜片呢给泡进去，又腥又甜，啊，还有这个丛书丛蜜等等这些，各个丰盛，就是一样都要在这16个供器里边，每一样都要放一点，啊，大家明白？不是把这8样分开放啊，每一个里面都要放一点，放一点以后，然后呢，把它再围绕在这16个莲花外面，这是又一层釉，啊，这个坛场的又一层。那么下面再来看啊，各个16围绕华外，即奉诸佛及大菩萨啊。这个时候呢，这是指的什么呢？日中的时候供养，因为在这个日中的时候，我们供佛在最如法嘛啊。那么在中夜的话，佛是不受食的啊，就是晚上，因为我们讲2六时钟嘛。那么在晚上的时候，佛是不受食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在中夜就是取半生蜜，蜂蜜哦。取半生蜜，再用3合书啊，这也是一个体积，再用3合书搅在一起，怎么样呢？在这个坛前别安置一个小火炉，这个小火炉里边呢需要有这个木炭啊，木炭呢又用这个，这里讲到是有叫什么兜楼婆香啊，这个香呢产于印度，咱们这儿没有啊，这个香中国不产，一般都产在海边的国家啊，甚至有的说是在这个鬼神国中有这个香草啊，所以这个是可能也比较难得吧。以这个兜罗香煎的取的这个水啊，大家看哈，就是等于把这个香熬成这个水，用这个水来浇那个小炉里边供的那个木炭啊。怎么办呢？就是用这个木炭烧的这个猛烈的时候呢，把这个水这个浇上去啊，你看用这个水呢拌着这个苏蜜啊，把这个苏蜜和这个水拌着呢投到这个木炭上去，让它烧干了啊，烧干了发挥出来烧令烟尽，用这个也可以类似于咱们说的烟供啊，所以你看这里也类似于咱们说的烟供，就是烟供令烧令烟尽，向佛菩萨来供养诸佛菩萨，这是晚间的供法啊。白天日中的供法就是刚才那8样东西供16个供器，晚间的话就是用这个蜜
和这个酥，然后用这个香水搅的浇在这个木炭的这个小火炉上，用来做烟供，啊，可以说烟供一种方法啊。这又是一种，然后再继续哈，看再向外化，令其四外遍喧繁华，啊，这就是在这个坛上再往外的话，怎么了？周四壁周围的多多去悬这个繁呀花呀，在这个坛室中啊，那么。与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这就开始要供佛菩萨的形象了啊！什么叫做敷呢？如果这个像是画的，你看这座弥陀像，它是怎么样？就等于说敷展在那里，把它敷开嘛，展现在那里，挂在那里啊！如果这个像是雕像，那么就在什么？就施设给它安座，莲花座施设供在这里，所以叫做。是这个四壁施设十方如来，就在这个坛的周边，或者是四壁的墙上，来施设十方如来及菩萨的形象啊。那么这是，这又是一个啊。再往下看是什么呢？就是当阳，大家看找着这句应语当阳，就是我们的道场这个殿堂肯定有向阳的一面啊。咱们这个殿里向阳的是哪一面？啊？是这边吗？啊，应该是这边吧。啊，我坐在这儿能看见外面的阳光。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当阳的一面呢，由于如果我们在殿堂里面，一般都是坐北朝南的正面。啊，那么如果在随风立处呢，当阳就是迎着太阳的一面。啊，迎着太阳的一面是这个房子的当阳。啊，房子的当阳和太阳的当阳同取的。啊，那么应与当阳在这个上面怎么样？要挂像，就是要不是说诸佛菩萨说随便你有什么佛像供什么佛像，要有讲究了。中间供一张什么呢？卢舍那是报身佛，啊，因为什么呢？卢舍那报身佛是一真法界的法主，啊，那么在两边再供谁呢？释迦牟尼佛和当来下生弥勒佛，是他们两尊啊。在两边再供什么呢？阿竹毗佛和阿弥陀佛，啊，这是这四尊佛呢，在卢舍那佛的两边分供，然后再供什么呢？观音菩萨的这个一切随类化身像，变化观音菩萨像，啊，再供这个金刚藏菩萨，啊，这个观音菩萨和金刚藏菩萨呢是安其左右，啊，这是在当阳的这一面墙上，主要其实就是在正面。啊，我们理解成正面就可以了，啊，那么再在门口，记住啊，这是在这个殿堂坛城的门口挂什么呢？啊，挂地势天、大梵王，还有这个火头金刚，这不是说污浊色魔吗？啊，蓝地家是谁呢？叫青面金刚，大家在护法里面看见那个青面的那个啊，青面金刚，啊，诸君图利呢是指这个解冤解金刚，啊，这些都是护法。啊，披绪直呢是观音菩萨的愤怒尊，啊，眉间也有一三只眼睛，啊，四个手臂现的愤怒像，调伏这个邪恶的众生，啊，所以叫做这里叫做这个鱼啊披绪直，啊，然后四大天王，还有这个平罗夜伽，啊，平罗夜伽是谁知道吗？平罗呢就是猪头使者，长得头跟猪头一样那个护法，那么这个夜伽呢是。鼻子跟象鼻子一样，那个护法，啊，咱们显宗里面呢比较少见，啊，这样左右安置，你看这是什么？张宇门侧，就是在门那一边把它们分开来贴上，挂在那儿，左右啊安排啊这个排列安置，挂在门的两侧，这是让护法来护持这个坛场，啊，这是又一道啊，完了以后最后是什么呢？再取八镜，大家看又取八镜啊，再取八面大镜子。这个就是什么复悬虚空，就是还是悬在这个坛子，就是殿堂上的梁上啊，八个方面与坛场刚才坛就是内坛里面所设的那八面镜子上镜面相对，你看方面相对就是对着里面的镜子，端端对着里面的镜子挂起来，悬挂起来，然后怎么样使其形影重重相射，大家看一面镜子在里面，一面镜子在外边，里面对着外边，外边对着里面，重重相射，这是表法的哟。啊，
待会儿我们再讲怎么表法。现在我们首先要把这一系列的这个大家都听明白了吧？啊，如果我们要去供楞严坛、设楞严坛上，就是这么来设。啊，当然我们记住几个要点啊，一个是这个坛场方圆丈六为八角坛，啊，当然用这些静物哈、静泥啊、涂迹，这是第一个关键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中间的核心呢，是一个莲花，是一个钵里面盛水种上这个供上这个四随四季的这个花叶啊，然后外面呢再安八个镜子，围绕着有花有钵，十六度莲花，十六个香炉，这个数是定死的。在里面要焚香啊，当然我们如果说烧不起沉香了，这个就可以方便开源，看你镜子你的能力去买一些香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外面置十六个供具，就是盛这个供品的了啊，八大样，你看从煎饼、商糖、油饼啊、乳蜜、苏和姜、蜜姜，然后丛书、丛蜜，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开源啊，在咱们东土，你比如说什么跟这个相似等等都可以。有原样的照原样，没有原样的按照这个相似这个价值也罢，稀有难得的程度也罢，往上配啊，尽量能够把它配成一个级啊。那么然后呢，再在莲华外啊，各这个奉诸佛及菩萨，这就开始要每天在这个日中的时候供这些。那么晚上行道的时候呢，是用这个香水和着蜜和酥啊，来一起来浇的，这样来做烟供啊。在外面随便的这个幡呀、花呀、盖呀等等，就是你随便去四面去铺设，怎么庄严怎么来啊。那么最主要是当阳这一面要供卢舍那佛、释迦弥勒、阿处毗佛和阿弥陀佛，这是根本供啊。两边啊还有观音菩萨和金刚藏菩萨安起左右，蒙首呀要供下面所一系列护法的像，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要置办起来啊，这样的话才说明最后绕边上再有什么呢？再有八面镜子跟里面的镜子相互回应，这个楞严坛就成就啊，就是按照这个摆法去供啊。如果说因为我们在讲楞严经啊，所以才为什么要有这个仪轨呢？当然从仪轨上来讲，你每一样去用了心了，那么你的功德就出来，你的功德出来了，福报就增，福报增加了，心性就显。一切孩子，大家不要为了忘了，我们在修什么法门呀？反闻文字行，还是为了修这个啊。到下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坛场不好了以后，我们才三七天，头一天怎么办？修第二期怎么修？第三期怎么修？又过一百日怎么打坐？等等，这些都是围绕着反闻文字性，就是要入到如来藏心中的。大家不要把根本忘了。哎呀，觉得听了这么华丽高贵，繁杂的。这里面大有这个啊，这个来头，这是按照这个仪轨啊。当然讲了这么多以外呢，我们要再做一个什么汇总的讲法啊，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一系列的坛城修法道场呢，虽然圆满布置了，它是在事项上我们圆满的讲一遍。下面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什么呢？这个表法的功德。啊，如果我们不往法上会啊，不去表这个法，不往法上会的话，很可能我们就入在这个事项仪轨中，就陷进去出不来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先从事项上给大家这么交代一遍，下面我们从表法的功德上过一遍。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个跟我们以后在诵楞严咒乃至包括念佛的时候也很有帮助的，就是从事项上往理上会。因为我们一般通常把怎么样，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事项跟理分开嘛，对吧？说道理是这么道理，具体做的时候这么做，这是凡夫。如果你要入这个三摩提的话，一定要事归于理，理容于事，要是一个境界啊，一个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从事项上看佛怎么教导，怎么布置，另一方面就要表他的理法，为什么要这么供，表的什么法。那么你在供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起这个观，大家明白吧？理法不是就是一种观吗？按照这个道理你去作意，就是一种观法啊。所以你明白所表的法了，你铸成这个妙观，这个反闻文字性，这个最终重要啊。也就是我们按照佛说这个格局去置办，但是在做的时候呢，
还要用心性来反观，往道运上来换会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以事来明理，以事来显这个理，以理来拔刀这个事，不要把心执着在事项分别上，而是在事里边跟理来进行什么同步和统一啊，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修起来把这个心法啊。所以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要一系列从表法上再给大家过一遍，大家不要觉得枯燥，其实这个表法如果就我个人来讲觉得学习非常重要啊。为什么非常重要？我们一路讲过来，讲了心性，讲了本具的如来藏，讲了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那你就在这法里面要表出来。前面要讲到戒啊，我们置办这么多东西，它就是表的我们修法的法啊。所以大家从这个上面再今天利用一点时间呢跟我们过一遍。现在呢我们把经文再翻到前面的什么呀，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意道场，从先取雪山大力白牛开始讲起啊，表的这一系列表的什么法啊，我们从这里开始一要开始跟大家交代一下啊，希望大家把心力提上来啊，因为这一段呢讲的比较紧凑。大家来看啊，首先从这个次第层面来讲，你看先取雪山，先取雪山那就是什么优先，肯定是对根系也就是上上根系的人啊。那么先取雪山啊，这个雪山表什么？表动我们本具的法性之力，雪山是清白无染啊。那么表具的本具的法性之力，每个人都具有佛性，每个人都有如来藏，就表这个法。大力白牛表什么呢？表我们本觉之智，就是这个本来这个观照这个智慧，我们也是本来具足的。楞严净这个现前这个啊，这个如如不动这个境界，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这观的能力也是存在的，但是现在没用行。所以大力白牛的表本觉之智啊，山里的香草和这个雪山的清水表什么了？就表说，你看为什么在雪山里边呢？在雪山里面长这个香草和清水是什么？既然雪山是表的法性之理，那么这个雪山里面长的香草和清水就表我们佛性里面本具的什么一切殊胜因缘功德，也就是我们修的时候啊，是以不修而修，没离开如来藏而修，还记得这个道理吧？没有离开这个香草和清水，也没有离开雪山，它本来就是雪山里面自然具足的这样样东西啊。那么其分微细，就是讲的这个大力白牛这个其分微细是表什么呢？表我们本性所具的这个妙观，也就是这个妙修啊。我们本性起观就是等于说你开始修了啊。你看这个其分微细就是开始分嘛，分是经过造作吃进去又拉出来的，对吧？那么我起修就是开始起这个妙修，那就说明是有因果相续了。你开始起修，有修就有证了。但是这个妙修呢，不是说前因后果的修，是什么呢？当体即是修，当体即是证，所以叫妙修，没有不设凡圣次第的修啊，所以叫妙修啊。那么既然是妙修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有戒律啊，对不对？从戒开始，这个旃檀，你看这里讲到的取可起取奉和合旃檀，这个旃檀就表示无作妙戒。无作妙戒是什么？不刻意的戒，本来就具足的戒，没有毁犯的戒啊。当你有毁犯的时候，就有持有犯，就成了分别。他这个没有分别，任用自如的清净心体，就叫无作妙戒。这是指的这个旃檀啊。那么这个泥地，以泥其地，地是什么？建立坛场的第一步，对吗？就表我们这里的如来密应是真正的应，不是其他的应。如来密应这里表的真应，所以将来感什么极果，只有真应才能感极果啊。这是这一套表法啊。然后这是指的什么？先取雪山的表法。其次开始啊，大家来看啊，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徒弟，表什么呢？表我们修法修的开始呢，是以生灭为本开始起修了，就是次一等的人了，根基次一等的人会什么？以生灭心开始起修了，
不是以不生灭因而起的啊。大家回忆哈，这都需要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话都要能够用起来，否则你没办法融会贯通了。这是以生灭为本修因，所以不能够圆成果迹的修正，所以才叫做什么呢？其其牛臭秽不堪土地，你启动的是以生命性开修，既然到了生命的水平了，那么就就着生命开始起修了啊。下面再来看啊，生命开始起修，第一个别于平原，平原就是我们人通常生活的地方，对不对？不在雪山高高峻之处呀，那表什么呢？表我们平常的六根门头，我们不在生活中啊，平常日常生活中六根门头的六受用根呢，所以别于平原表这个方法。穿地五尺以下表什么呢？就在这六根门头幻象之中破什么色受想行识五蕴，所以叫穿地五尺啊。既然穿地五尺破色相，我取这个黄土，你看取其黄土，这个黄土表什么？表这个中道佛性就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只要你破了色受想行识，它就显现啊，所以叫取其黄土表我们的中道佛性啊。那么这里再才开始什么？和尚甘潭澄水苏河熏露玉京白角青木零零甘松及鸡屎香等等，这十种细罗为逢，就是指的什么呢？表我们具足受持十种戒法，这十种香料，因为在佛法的这个法教法里面有十种戒啊，比如说不缺戒呀，不破戒呀，不穿戒呀，不染戒，随道戒啊，这个无着戒，至所暂戒，还有自在戒、随定戒、具足戒，十种戒法啊，这个我们不细讲了，大家想了解呢，下面去查找一下就可以了。这十种戒法都属于这个什么呢？这个戒的范畴啊。那么这里这十种香就活泼起来，就等于说什么？表要受持这十种戒法啊，受持这十种戒法，但是又把这十种戒法怎么呢？细罗为粉，就是表这十种戒法是相互相融的。你可能持这一种的时候，别的戒法也持进来，或者是你去持那种戒法的，别的戒法也在其中啊，所以叫做细罗为粉，和合成泥啊。和合成泥是表示呢，我们不但要学戒，还要怎么样？要听闻教法，戒和成同时学修，成就是一成二成的成，大成小成的成，同时代表什么？教法，成是代表教法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具足了这样的功德以后，才怎么样？以图场地，以图场地是什么？才表我们的因地行开始启动了。虽然不是以不生灭进入生灭为修因，那么我们就要这样一起来表，要破我指的这个五破五蕴啊，要显佛性，要受持戒法啊，要戒成皆学，那么图场地表因地行开始修了啊。因地行完了以后，你看方圆丈六为八角坛，表什么呢？表就是方圆丈六的八角坛，就是表八正道啊。用八正道，那么这个八角呢，八边形大家见过吧？八条边的形，你说它是圆的嘛，它有棱角，对吧？你说它是方的嘛，它又好像是一个弧度的圆，所以这里就叫做方而复圆，圆而复方，又像方又像圆的，表什么？事理不二，全实同归，最后还是要入到如来藏心啊，这是表这个法啊。所以大家来看，就像藕益上人写的一样，这里的只要我们不随分别，狂心自歇，歇即菩提啊，只要我们不随分别，在这一系列的坛里面不起分别的，就好比说大理白牛的牛粪和旃檀香一样，当下就歇了啊。如果说不能够当下歇，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需要决定二决定，其中前面讲到的二决定运嘛，一者决定不随这个光影门头，决定随反闻内根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在六根门头破五浊啊，得到这个圆明的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还要以戒来这个严厉的防范，才能够叫做妙因。这就好比说什么呢？黄土何时相应啊等等这一系列啊，这就等于说次了一个级别，以生灭因修的话就这样
啊。那么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时候呢，下面开始什么？用各种材料制作一个标，一个钵，对不对？这表什么呢？表一真法界之理啊，一真实之理啊。那么外面呢，又钵中安了一个各种材料制作一个莲华啊，各种材料制作这个檀心智意精明同木所造莲华。那么这个各种材料呢，表一时之理，就是各种材料做成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莲华呢，表的什么？因果同时，楞严如来密经是因果同时的吗？啊，好，这里在所造莲华表示什么呢？虽然这个各种材料可以做成一个东西，但这一个东西什么呢？它是有模有样，有各种材料。所造就表这个一时之力，虽然不是因不是果，但是它能成就一切因一切果，所以叫所造。我们所造造因感果嘛，对不对？所以所造就是表这个法啊，所造。那在里边又安一个钵器，钵是指的什么呀？法门里面叫做印量器，所以它表示事和理要相应。咱们现在在讲理，刚才前面一段是讲事，事理要相应就为印器，所以这里叫做钵啊。八月的露水呢，表中道这个妙定，定理禅定的定啊。随安华叶，就是随便外面在这个里边再种四季的花叶的，表示什么？中道的妙慧，这种智慧可以方便善巧。什么时间段我就取个什么花，列个什么叶啊，对不对？所以随安华叶表中道妙慧，取八境各分其方，在八方列八个镜子，表示什么？依八正道得安住的这个本有的智光显现啊。围绕华波，就是表这个妙智，围绕着里边的这个华波呢，八个镜子，表这个妙智始终要不能离开妙理啊。前面不是说一波是一时之理，一个宗时之理，这里说妙智不能离开妙理啊。那么在这个境外以后，离开这个镜子，再向外建立这个十六朵莲花、十六个香炉是什么呢？表从性所起的智慧花和戒律香啊。花表示智慧，香呢表示戒，我们说戒香啊，是这样的。那么各需十六，就是这都是要十六种呢，表示自行也要用八正道，化它也要用八正道，一共十六啊。所以这里才讲到说十六香炉、十六莲花啊，兼光辐射啊，兼花辐射庄严，令其庄严者，表什么？表这个戒香和这个智慧的花呢，互为庄严。有智慧才能够持戒，戒持的清净才能出智慧，所以叫互为庄严啊。所以这里才讲到说这个兼花辐射，找着了吧？不敢离开你这个经文啊，庄严香炉，你头抬起来离开经文了，这些话你听不懂啊。所以大家不要看我，也不要在那瞎想啊，要依着经文往后灌啊。特别是下面讲到说烧成啊纯潮水无令见果是什么呢？表这个无作的妙戒呢，一定要持守清净，不能向外，向外喷火就等于说你的戒向外所染了嘛，有漏漏出去啊。所以这个意思表示说这个无相妙戒不为祸所染啊。下面再来看啊，这个取白牛乳制十六器啊，白牛乳呀、煎饼呀，并出这些砂糖呀等等，这些虫蜜，这些表什么呢？称性所起的禅悦法味啊，就是你修着修着法起出来了，禅定这个禅悦为师的这个感觉也出来了啊。那么再下面表这个各个石榴围绕华外，表什么呢？这个一个中道法理呀，各个具足的自性化它的两种八正，就是每一个啊，各个十六，就是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你自己一八正道，对吧？别人也一八正道，那么你自己一八正道，各个度化每一个跟你随缘有缘的众生的时候，都是要依着自行和化他的八正道。所以这里才讲到说什么呢？各个十六围绕华外啊，是表这个法，以奉诸大菩萨者啊，这个最好的这个法表，大家看啊，为什么叫做以奉诸大菩萨供养啊？
这么多的法我们严格的修正过来以后，最终得到这个所证的禅悦法位的时候，为什么用这个来供养佛，就等于说我证这个境界，因地发这个心，趋向于佛的什么果地的圆满，所以叫做供奉诸佛及大菩萨，就是我以我的功德和佛同的合二为一，如来藏心，亲佛众生三无常，啊啊，好，再往下看啊，那么时时啊中夜啊，就是说在中夜中的时候呢，表这个一语中道啊。那么在这样的像话呢，看大家看到了，在这个坛前别安一个小香炉、小火炉，看到了吗？啊，坛前别安一小火炉，这个表什么法呢？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表的什么呢？虽然后面我们初期、二期、三期乃至最后百日都是修反文文字性的功夫，可是不管你是修二十五圆通，或者是修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都离不开什么？你的第六意识的妙观察。这就等于别安一个小火炉，那你看到整个坛里面别安一个小火炉之后，你修每一个圆通法都得用你的反文文字性的这个观察智慧去观，这就等于说都得用这个观察智，就等于说别安一个小火炉，就表这个法啊啊。那么既然别安这个小法炉，那么就等于说妙观察相应而得，这样的话用这个香接的水来浇炭，就表示说正行也要具足，助行也要具足。你看啊，用香接的水合了密合疏，然后浇在这个炭上，这不是叫表示正行和助行，前面是助行，浇炭是正行啊啊。那么头其把这个，你看头饰苏密与焰炉内烧令烟净，大家知道烧令烟净表什么法？表什么法啊？表这个真实礼仪跟这个妙智宗与合二为一，最后怎么样入流王所，烧干了，一烟冒完了，不是我们前面讲的入流王所吗？啊，就是表法，每一个都表法，一直至此啊。好，再往下看啊，令其寺外遍宣繁花者，表示所有这些助行都需要，像无悔呀、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乃至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整个这些都表什么？随便去宣花翻盖，越多越好，越庄严越好啊。这就等于说所有助行都可以去修。那么在里边敷设十方如来，就是表这个吉果啊，还有诸菩萨所有形象，就是表示真经，十方如来是吉果，菩萨是真经啊。下面开始才说一真法界里边应与当阳章，卢舍那佛是一真法界的法主，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法主，弥勒佛是未来的法主，阿处毗佛是东方不动智的法主，弥陀是西方同体悲的法主，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观音菩萨是显教的圆通教主啊。你看这里是集大变化诸观音像，因为观音菩萨是显教的圆通教主，金刚藏菩萨是常领着金刚护持咒人，所以他是密教的圆通教主啊。所以到此等于说什么呢？安其左右就表显密全章，楞严坛城这个表法显密都在其中啊。诸大护法的话自然是表催邪显正的功德，故守护坛城啊。最后一个情节是什么呢？又取八镜悬覆虚空，这表什么呢？八镜悬空就是表佛的果位无依无助，没有一个着相，佛的果位啊。所以说八镜悬空啊，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大家想想，镜镜相对形影重重呀，镜镜相对形影重重，我们众生也在里面行道，供的诸佛菩萨也在里面引现，生佛互融就在这个感应道交的不可思议的两镜相交之内，交光了，梅花雪院交光处，就描绘的是这个境界。所以大家讲到这里，里边也是镜，外边也是镜，我们是众生，又有佛的影像，总归相互辉映在其中。我们想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咱们怎么往生呢？就凭这个境界往生的，知道吗？
两镜交光，娑婆世界就是向外的镜，极乐世界就是向内的镜。啊，我们的信愿就是向外的镜，四十八愿就是向内的镜，两镜交光呀。啊，又往净土上汇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能够一直表法表法表到这一段，在这儿着眼，最后大家看方便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摄。啊，如果你能在这个地方着眼，就能够悟到什么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什么叫做世事无碍最高法界。一切表法表到这里就圆满了。那所以大家你看，祖师们表法，一般我们学的时候觉得这讲的这么教条太难以领悟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把心劲跟上来的时候，这就是关头。你一边不止谈场就是世上圆满，一边理上观照就是理上圆满，最后事理圆满，事事圆满，就叫如来藏身。所以一路在布置坛场的时候，你这样起观，就等于说所有的仪轨都在反仪，仪自性，仪轨的仪啊，反庄严，庄严自性，反摄坛场，摄自性，都是在自性中啊。所以这一段呢是极难的，可是也是极微妙的啊。希望大家好好回去再，如果能记笔记的悟一悟，不能记笔记的将来视频出来再仔细听一听，极重要，极重要啊！这可以植入到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怎么往生法会，两镜交光啊！好，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